我真的不想明年装修，好不容易才和祖安一起上课的，我没道理这个时候莫名别人的学妹对不对？哎呦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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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不解大吉老师，我不是说您重啊，您就看在我虽然不聪明，但是好歹也勤奋的份上，就教我一下吧。谢谢大吉老师，谢谢。光不够亮啊。 有人？解剖教室。不好意思啊，不是故意的。叔，门锁着呢，锁着才邪门嘞。 上去看一眼。上去，让锁链照照看。有个女鬼，哪有个女鬼？你给我看清楚点。啊，有个女鬼！ 解剖室呢。